把甘蔗放到那个航路里面，那里隐隐作痛。哇！要当个保驾护航一下。你不会？距离一千剩150，那个又近了一步。大家好，我是中新社记者王一照。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广西南宁市的广西农垦金光农场有限公司。这里8万亩的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在广西排名第一。今天我们就通过人工种植和无人驾驶种植的对比，感受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现在我们去即将体验最传统的一个种蔗方式。现在我们那个航路已经由拖拉机开好，然后地上也施了复合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甘蔗放到那个航路里面，再用这个锄头把它砍断。哎，还是不能珍惜力气，还是得一刀下去全部都砍，一下给它砍断。一个手再砍到另一边。哦，我要这样子啊。样子。刚才被阿姐那个说我这个不是一个合格的种植工，她给我指导了一刀，要把那个脚踩一截，然后斜着砍。哎呀，距离一天挣150这个砍蔗工，那个又近了一步。经过一个上午的种植，大哥大姐们已经收工了，然后我才完成了这一路的种植。就是想一天挣这150-200块钱，其实还是不容易的。我们即将去到一个种植机，就是机械化种植的一个地方，来感受一下我们种植技术的一个进步。我们看到这个车里面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有接近9个档杆，这里还有3个踏板。这个感觉功能还挺多的，强哥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开？这个是什么功能？首先这个是前进档跟后退档。那感觉这个我一时半会也学不会啊，你这有什么有什么办法吗？现在开机子过后呢，我们都不用人工驾驶，都是自动驾驶，开启卫星定位导航。交接行的时候偏差不到2厘米，特别的准确。我已经把这块地给定位好了，走4到5米，它就可以定位 AB 线，定位整块地了。那感觉我们这个今天我也学不会，然后也用不上我，那我又只能干回老本行，咱就到后面种甘蔗去吧。他就停了，我再拿下一根放进去。是啊。就塞去塞就得了。好，可以开始。那我们先体验一下。哇！吓我一跳！我去！这个还是比相对简单，但是这个速度要求比较高。我是不停的拿，才勉强赶上了他这个速度。时不时师傅看我那个没塞进去，还帮我保驾护航一下。哎呦，没赶上。碰上那个短的甘蔗的时候，得非常快才行，不然他这个就会断档。哎呀，这个还是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的，生怕他这个流水线给断了。终于种完了这一坎，其实强度还是蛮高的。哇，抬起来了。这个不停的那个反复，这些几分钟的时间，我感觉我插了估计有几十根。为了吃上手上这根甘蔗，我们今天经历了从开局一把锄头到拖拉机无人驾驶种植的一个转变。我们也体验了科技对于我们生活的一种改变。广西的糖产量占中国糖产量的60%，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次技术迭代，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糖，也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哟，真甜。